七七，这儿，坏了，哪儿啊？停车，锁上。进来了吗？你为什么会想跟我和好？这个学期末的时候，我姑姑想让我去寄宿学校，我不想去，但好像也没有理由拒绝。去的路上我看见你了。你骑着自行车，好像在念一首诗。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诗，感觉不一样。我觉得我们是一国的。你知道，我们每天生活在这儿，周围全是人，你和他们说话，但其实你并不真正了解任何人。我有时候觉得，人就像海一样，海面上有时候平静，有时候波涛汹涌。但没有人知道海底是什么样子，海底也许有一颗海星在等着人们去看看它，摸摸它，但是没有人去，甚至没有人知道它在哪儿。为什么没有人去？有的人是不敢去，有的人是不想去，有人甚至都不知道有海底。给我吧。什么？你的海星。谁在那？
然后呢？然后他说，让我把海信给他。那你给了吗？我觉得我给了。那是什么感觉呀？什么感觉？就是你把海信给出去，什么感觉？那你们算不算是彻底和好啦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真不知道？哎，别胡说八道。我没有胡说八道。其实我跟王真哥哥说了，他知道歌词是我写的了。他怎么说？但我觉得他让我变勇敢了。你也是，反正只要我勇敢地走，后面的路就出现了，然后我再沿着这条小路走走走走走，前面一定都会是好事情的。出成绩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没出啊。对啊对啊，很久了，不会是因为我多写了50个字吧？不可能。反正就是到现在都没有告诉我。光和来你们班了啊？那你们班可热闹了。对啊，上小学的时候他就是转来我们班的，就有好多同学专门跑来看他。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发卡，还有那样的小裙子，就好像是他是从电视里出来的人。你不觉得光和特别像个大人，像个女人？你不是女人。我当然是。你不是？那你喜不喜欢？我喜欢你。报告老师，打扫完了。受个罚你也能嬉皮笑脸？去把楼上也拖干净。是，报告老师。跟我去个地方吧。去哪儿？你跟我走就知道了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去小时候。还记得这儿？当然记得。你之前总喜欢来这儿捡石头。我不明白石头有什么好玩的，但每次我给你捡到特别好看的石头，你都特别高兴。其实我后来也来过这儿，我知道你也来过，见过你。这写的什么呀？这狗画的好看，像你。你说还能找到之前咱们写那个吗？怎么可能，都这么多年了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咱们去看高老师怎么样？周六一起去吧，就我们两个。
去不去啊？有人。长君。走了吗？不知道。走了吗？走了，我们走我不明白张俊为什么会突然离开，后来我才知道，青春时的我们并不一样。我一味地想要成长，想要强大，却不知道这也会令人感到害怕，令人退缩。也许这不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青春，却恰恰是我的。那天之后，我们没有联系了。高老师最终也没能看成，周六就这么过去了。非得去西安啊？西安有啥好的？能有咱汉南水土好？那人家学校给的机会，我还能给人家撅回去？我凭啥？再说了，我不在在水一方，不是正好方便你搞点小动作？这你都知道啊？啤酒节的事儿，别跟老李说啊。省得他到时候觉得都是你功劳。行，我不说，你想怎么搞怎么搞，别让别人眼红就行。别怪我没告诉你啊，郭宝义那边正盯着咱们呢，你这边搞得声势太大，那边肯定能注意得到。陈友军，我怕他？你跟我爸一样，你就是怕他。咋了？
现在快点。咋了？车坏了？没事，抛锚了，等人来修呢。来什么来啊？都这么老半天了，一帮吃干饭的人，还指望谁能帮上咱们呢？搭把手呗。师傅，这样一会儿我找人在后面推，您呢踩脚油，顺着坡儿过去了，好吧？哦，那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不用麻烦了，顺手的事儿。哎，哥几个，帮忙推一下车吧，谢谢。谢谢啊，这边车坏了，咱们一块推吧，好吧？快快快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兄弟，那个帮帮忙，在后面推把车，然后那个车就过去，好吧？好，来，谢谢谢谢谢谢啊。一会儿我喊一二三，咱就一块使劲，好吧？好，来，不是你怎么过来的呀？你就在车上坐着就行。来吧，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走。啊！谢了谢了，太感谢你们了，谢谢谢谢啊，谢谢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啊，今天。别客气了，顺手的事儿。啊，那车都走了，你咋走啊？我们捎你一段。没事，就两步路。哎，你听我的吧，一脚油的事儿，上车吧。走吧，一块儿吧。那行，正好让我们领导出来感谢你们一下。上车，上车。哎，大家吃好喝好啊！谢谢大家，这个对犬子这些年的照顾啊。现在的犬子呢也成家立业了，这婚礼不请各位同事的就请咱们帮助和支持，他们也好意思。在这里，我也祝愿你们俩随份子钱就不错了。在生活上，主任说什么要夫妻恩爱，相敬如宾。在工作上呢，要团结同事，尊敬领导，把工作干好。来，静静你叔叔伯伯，哎哎。来，叔叔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燕子，你今怎么来了？赶紧回去，你这不让陶小贵登记上脸了？出了点事儿，找向主任啊。燕子，这都是你们的领导啊，好，主任，徐主任，你咋来了？跟您说点事儿，咱啊刚车坏路上了，两个朋友帮的忙，想着您给写的感谢信。哎，你说这王燕心也够大的。我要是他，早不在这儿干了。那是你，他家里啊是农村的，能在这儿工作都是徐康给弄过来的。这虽然不是正式员工，好歹比那外边打工的强。您得空了，给签个字。要我说呀，也怪不了徐主任。听说他家还欠着钱呢。你说徐主任能同意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就前两天来看见徐康缠着燕子，非要跟他吃饭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哇，那要让陶小慧发现了，我得撕了燕子。好，你去忙你的，赶快忙你的去吧。徐康，新快乐，好好对人家。嗯，哎呀，不敢喝了。陶小慧，祝你幸福。哎，来来来，敬领导，哎，大家都吃好喝好，千万别客气啊，来。
买个东西。老板，哎，有没有雪花膏？有，这些都是。啊，那个。这个。好。哎。那个呢？这都是一套的。一套的。啊。都要了，哎，125。好，好。哎，你要这个？3块钱。哦，一起，我来。正好啊。谢谢啊。哎。各位观众，三带二，你手里三二你不出啊？你傻呀？你是地主，你手里有诈你出啊？你又偷看我牌是不是？我看你不会打，我着急。要不要？要不了。过过过。不要啊！啊，真不要，我出了啊！7788919100，走喽！没了。罗琦，你还说你不会玩？扮猪吃老虎啊你！罗琦姐，啊，以后不准赢你嫂子牌啊！说什么呢你？逗你玩呢！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！我说吧。哎，琦姐，啊，你看这姐姐怎么样？虽然爱打我吧，但人特好，工作能力强，真的。咱今天去办上烧烤的事儿就是她组织的。你们看啊，小波以后要去上大学的话，他能在咱在水一方当经理。是吧，姚饶？谁叫姚饶？我给你起的新名啊，咋样？你看你还不姚饶啊？别瞎给人起名了。哎姐，他也有外号，他叫乌贼，你以后就叫他乌贼。啊，乌贼呀、啊？嗯呐，乌贼、姚饶，般配。你长得是挺像乌贼。配不配？来，再来，再来，今儿开心，我连发了啊。再说炸了不一个人，加油了，加油了！走，我看看你的。你俩欺负人，你看。哎，你好，帮我把油加满啊。这个。乌贼哥，哎呀，你们干嘛去啊？我们去神仙洞，你们干嘛去？石门水库烧烤啊。去什么神仙洞啊？跟我们烧烤，去不去？烧烤去不去？去啊，怎不去呢？你走着。去啊！嗯嗯，一会儿跟着我们车啊！好，烧烤。走吧，你不是饿了吗？咱跟乌贼哥吃烧烤去呗。没有，人多一块儿就有劲。到了神户给你买好吃的啊！走喽。给大家倒点水，姐，我来。嗯，来。哎，还有野猪肉呢。哎，这个有。哎，老板，小波哥，你这野猪肉是真野猪吗？你别骗我啊！我吃过野猪肉。贾旭，来，我先涮一下，先涮一下。老师哥，我们这是山里的饭店，不吃野猪吃什么？哎，我们还有烤全羊，你们要不要？这羊也是山里养的。姐，姐看一眼，你们点啥吃啥，我都行，你们点呗。琪琪想喝什么饮料啊？可乐吧，来份大可乐。嗯，我要喝雪碧。再来瓶雪碧。那差不多哈。好，先这样吧。谢谢。哎，好。之前就想跟乌贼哥、小波哥能多出来聚聚，
你们不知道，乌贼哥认识我以前对象是吧？这是你第几个对象啊？我跟那张凡可不熟啊。不是张凡，是花头。花头啊？嗯，熟熟熟熟熟。花头谁啊？哦，民族饭店旁边不是有个台球房吗？嗯，花头家里开的。哦，这嫂子吧？就朋友，王燕，林月，你好。小波哥前阵儿不是忙吗？前两天去店里都没看着你，这两天怎么有闲时间出来玩呢？嗨，你小波哥就那样，上学呢，忙。嗯，咱俩不是处的挺好的吗？你下回来叫我，有啥好事想着你乌贼哥点儿。嗯，我能有什么好事吗？这么着急跟小波哥攀关系，这是怕去在水一方不给你打折啊？不用，小波哥看着也不大。估计也做不了什么主，我自己消费吧。张俊，做得了主，你来，我们请。做不了什么大主，这点小事还是可以的。改天大家一块儿来，在水一方做东。嗯，行啊，行，好啊，行行，对对对啊，你小波哥说的算。嗯啊，把你们亲戚朋友都叫来，跟我说。那我得常去在水一方消费了。欢迎常来。嗯，来来来，各位，先喝饮料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野猪肉再烤着啊，行，大家稍等啊，快点啊。哎，谢谢老板。我得去看看那到底是不是真野猪肉，别被他骗了。你跟我一块见识见识，走。走。我也想去看野猪，我没见过野猪。哎，别别。弟，你吃，你吃啊，你吃。你坐这儿吧，你没眼力劲儿。给我倒点雪碧。给我倒点。不知道今天吃什么枪药，有病他。你别计较啊，小伯哥。没事儿。你要不要去看看他，看他怎么了？不管他，一天到晚脑子抽风。他性格就这样，被惯坏了。高兴的时候怎么着都行，这谁知道一扭脸，说撒泼就撒泼。我妈还说他呢，像贾宝玉似的。从小从女人堆里长大的，有点娇气。给你的。干嘛？我这不天天看你晒太阳吗？那个，都是朋友了，还不准我献点殷勤啊？朋友之间可不用献殷勤啊。你想要什么？我都回你一个。我可什么都不要啊！你敢买我就敢扔。哎，你一周休几天啊？下次来在水一方，我请你唱歌。你到底要干嘛？追我啊？不行，真追呀！开玩笑的，都朋友嘛。
聊明白了。这得叫嫂子了吧？都快捂热了吧？哎，琪琪呢？琪琪到桥那边去了。之前不知道啊，他俩关系这么好。要不再找一天回趟学校吧。不去了。为什么？没劲。你是不是觉得什么都没劲？你还记得小时候吗？小时候你跟我一块做题，总是比我快，还能全对。我真想给你脑袋撬开来，看看里边装的到底是什么。那你猜猜，我脑袋里装的是什么？我哪知道，你一天神神秘秘的。我一点都不神秘。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去看烟花吧。Thank you.
就让你滚的。不滚不滚，不滚吧，走，咱俩好好聊聊。这颗种不了。